我想啊，对个人有影响。你敢违约呢婚姻，是要扔掉人命去活的？咱最近甲上业集团合作开发迄个商城，建筑执照一点袂落来。我就是总裁的出手，哪里总裁敢那将酒性强的违约金就罢了。这个代志，莫来处理。是盛发集团当初丈夫林打电话来，哪里这违约金，咱们就收我。你有等你看伊就好。你敢未言，拢是我上重要的亲人。我祝福你有一个新的幸福家庭。我要离婚。现在宋哉虽然事业潮，又离开现实，我要给我的宝宝有一个完整的家。阿爸，你早就想要把这老天爷我放在我的宝宝内底，害我叫大家误会，讲我想要对你的囡仔不利，你真正是无同意安尼。我冤枉，拜托你，医生就卖个镜头呀我，听大家我跳到后排，你一定不爱睬我，不爱追我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